落右，转，落，落，走，落，哦。姿势改变以前就先落哈，走，好，我们先到这边第一段哈。好，我说姿势变动以前就先落，什么叫做姿势变动以前？国术里面有招式的说法，招跟式。哦，招式招有时候只有一式，有的时候一招有好几式，啊、哦，有不同有几个连组合的式，变成它是组合成一招，就是组合成一个攻防，那比方讲。搂膝袄步，啊，我们如果是从这里来玩，搂膝袄步是一个招，可是它里面有几个式呢？回来从这边的话，哈，回来这是一个式，这是一个膝，啊，这是一个式，过来转正，这是一个式，
上部出去，这是一个势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是一个势。一个势就是一个什么？你看哈，我动，我说先要动先落胯嘛。我这个势是怎么出来的？是从我落这个胯，这个胯，你看，我一落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就成为这样子了，从正面变成斜面了。那我的手呢，就变成从这边变成这个，就人家的手从这边来，我这一落胯，这边闪掉，这边过来，这是一个势，这是一个力量，一个势是一个力量啊，所以从这边，这是一个势，是一个力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再落，你看，它这个力量变成这个，这是一个势，这是一个力，从这个力到这个力，保护裆跟腿，这个力变成这个力，还是落这个胯，你看，这个胯一落，这个势变成这样，从这边走这边。落，如果这个你看变成这样子，另外一种练法，这样子的，我这个胯再落变成这个，这护脸，出来另外一个力了。接下来我再落胯，你看一落胯手变成这样，一落胯变成这样子了，这是第三个势，有没有？我再出啪，这是一个势，转。这是一个势，所以一招里面，如果说白鹤亮翅从提手上势是这个势，完了，一个势的结束是下一个招的结束是下一个招的开头，啊。所以这个白鹤亮翅的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势是一个捋，这个捋，一个靠，一个搂膝，一个护脸。白鹤亮翅是由这几个势完成的。这边一个势过来，你看，从这边一个捋是一个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由这五个势完成。五个势表示什么？这里面最少有五种力量。每一种力量，我说每一种力量的变化都从胯来，都先松落，从这个。松落，你看，松，这个胯从你看，松到这边嘛，肩膀走到这边，肩出了，重量过去，啪，靠，落胯，搂膝，落胯，你看落这个胯，啪起，哎，转胯。每一个都是他要落胯那个自然的转动，由紧到松，紧到松，紧到松，自然的转动形成不一样的力量，形成不一样的势。所以练这种拳，你必须，我们讲招式分明嘛，要看这个人练拳，招式分明，不管他练得快还是慢。招式分明，招式一个招完了就是一个招，这里面招有几式，它表达的清清楚楚，这样懂？而不是说像我这样子，我就没有转折了，没有势了，是不是？搂膝拗步你就练这个，没有了。要不懂，这就是招式不分明。招式不分明，
刚才讲的这种胯跟腰的这种转折，它就没有，就没有。那人家老师傅练的熟练，他把圈练小小了，他把圈练小了，他在走的时候，他还是一样。其实他还是一样，晓得吗？他把转折处变圆了，可是你还是清楚的看到那个力量的转变，从这个力量变到那个力量，再变到这个力。所以我讲，欲动，你要换势以前，先落胯塌腰，然后下一个姿势自然就形成了。看不懂啊？所以练拳不要急，不要求多，啊，不要快，就慢慢你把能把这些东西分清楚。分清楚，就书法一开始练楷书、练隶书一样的，你到哪边要有一个转折，应该怎么转？那个转折要怎么转？啊，然后接下一个笔，转折下去，下一个笔就是下一个力量，就是下一个力，是不是？你在转折要一个撇一个捺，从直的下去是一个力，然后一个转折变成一个耐，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力，是不是？一个捺的里面有好几个力。是不是头上一个力，腰上一个力，尾巴一个力，最起码三个力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练楷书隶书是不是要这样子？你要分清楚啊，你不能一上笔就这样用画的。我看现在很多教书法的都是用画的，都是用画的，只是那个墨很浓，墨弄得很浓，然后在那边画字，只要肩架好，肩架漂亮就好了。里面没有这些东西，跟练拳一样，晓得吗？虽然我们练这个拳是说如长江大河连绵不断，那个连绵不断里面那个力量转折必须是清楚的，力量转折是清楚的，啊。啊，所以你们自己去练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去揣摩它，啊，不要求着把一套拳练完或者一段练完，甚至不要急着一段练完，就把一小段一小段把它练对，这招跟式分清楚，把这个分清楚，你把这个练懂了练出来，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拳的趣味了，你能够练出来它的趣味。否则只是一个熟练度嘛，啊，好，有问题吗？你们看那个最近跳水的那个很有名吗？你看他有他幕后训练的那个过程。你看人家那只是那几个动作而已啊，每天练多少遍，把它练到多精确，每一个点每一个在转折都把它单独拿出来练，用地板的，用吊绳的，用什么练？我们练拳，我们不是像别人专业的练出那个强度，可是我们也是要把它练出这种精确度。好的吗？因为老祖宗传下这个东西，它是有这种细腻的内涵的。啊，好，如果没问题就去练练看吧。啊，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好。